富人街景，今天是2023年的6月18号星期日，时间是晏昼的4点25分。我们现在在旺角这个元普街这个雀鸟花园这里走走的，我们看看父亲节多不多人走呢？现在这里多唔多人嚟呢個雀仔街呢度行下咯？今日就落咗好多次雨啊，仲要好大嘅雨啊，咁就所以而家嘅氣温就涼翻啲啦。系啦，嗱呢啲卖啲雀鸟饰物嗰啲地方啦。买呢个咧，你担心嘅你就洗完，然之后咧你要吹透佢咯。吹上去已經係西子咯，唔係龍啊！唔係，十四十五啊！裏邊係咪有麥樂斯嗰啲㗎啦？有啊，喺入邊嘅。齊曬啦！多謝啊！你有冇知嘢㗎？誒有啊，嗰時攞埋去買啲雀鳥啊嗰啲嘢咧。幾十蚊包啊！見到有啊，有嘢嘅喎。大隻係做咩啊？雀籠啊，啲嘢買啦。買到一大隻你要唔要？太反動啦！我都喺度買雀仔。哦，啲白雀嘢咧。可能都雀宿在地下度，都唔驚。我喺講啦，稽查了1200隻，麵包湯都值得嚟啦。嗱，好多雀籠可以買啦。雀宿啊，嗰啲嘢啦，好多雀籠買啦。見到900多蚊，1000多蚊見到啦，700多蚊。我想嘢肉，我黑毛嘅喎，講下。呢個咧，姐姐。呢個天價。哇！啲老多雀仔。啲母仔好多啦，啊！呢啲放生雀都有。啊！要600万啦，22000啦。哦，600万啊，原来。啊，有人问啦，600万。可能其他都around呢啲价钱。
好多谢晒。喂哎，可以煮鸡来着。多少钱？啊？好多食西米。哇，好。做咗幾多？都差唔多行到尾啦，喺呢度啦。好多隻雞喺度。好啊，都係炸，好啊，家哥。好，都係炸嘅。唔需要咯。真係搞死你！你一揾新個頭頭可能有些地方在維修，再有一半路有時即是人在這裡買快點鸚鵡來的，這裡很多人快點鸚鵡來的，很多人在哇，系啦，出翻嚟咧就系间街呢个位置啦。影一次呢个就睇街呢个情景啦。咁我哋今集咧就讲到呢度先啦。大家对呢集有啲咩意见，可以下边留个言俾我听噶。我哋下一集再见啦，拜拜。